美女嘅秘密究竟系啲咩呢？当然就系化妆同埋保养啦。今集好回望同大家嚟到渔人码头 My Secret 嘅新店开幕，邀请咗香港著名嘅星级化妆师 Gary Zhang 以及一众名人参与开幕仪式。平时大家都好容易可以买到日韩化妆品，而欧美品牌咧就真系买少见少。而家欧美拥趸有福啦，因为 My Secret 将最受欢迎欧美品牌引入嚟澳门。大家又多了一个方便的途径去买自己喜爱的化妆品牌，是不是很吸引呢？今次还请了几位香港著名的 blogger 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化妆品学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介绍自己。我是小 B。我是阿花。你是不是三声的？我是小花。我是水鱼。没错，我们四个就是香港的一个美容的 YouTuber。欧美牌子化妆品来说，如果 Eyeshadow 计呢，其实它的色会是夸张一点，还有会是深色一点的。如果化欧美妆的话，最重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轮廓，即是打鼻影啊、shading 那些是不少得，还有眼窝位那些都要做深一点，这样就会是才做到它的精髓。如果好像我咁點化都冇乜輪廓嘅話咧，可以玩個嘴咯。係，係咯，我見到你近排都好中意搽一啲 sharp 色嘅。個人問我精神啲啊嘛。如果真要我介紹一樣咧，我就絕對會係 NYX 嘅眼線筆，因為真係好防水、好上色同埋好好滑。見到有一部好吸引嘅就係咧 ，Sogoff指甲 ，Sogoff 嘅指甲嗰部機啊，咁佢我就見到咧佢心形咧嗰部燈機，哇靚到不得了啊！跟住同埋 NYX 咯 ，NYX 其實真係之前澳門我一路都見唔到嘅，咁而家咧就終於咧呢個 My Secret 咧就有啦，呜呼！除咗 blogger 們嘅介紹，又點少咧我哋嘅澳門歌手慧敏哥同埋 Phoebe 啊！蔡敏，我是 Bibiana， 今天很开心啊，妈。是啊，我們來到這裡 My Secret 的開幕。今次其實我自己非常開心，就是我跟裡面的所有老闆啊，或者即係嗰啲護膚品牌嘅一啲負責人啊，傾偈，佢哋都好耐心咁樣去介紹所有，逐一去為我哋推介佢哋自己嘅產品俾我哋聽。係啦，咁頭先我見到你係有個星級的化妝師幫你化了個靚，係啊！睇下大家見到我的眼影係咪突然間閃靈了呢？其實今天很驚喜啊！我哋嚟到，因為我哋澳門很多都是買啲日本或者韓國的化妝品，但係呢度主要是買一啲美國嘅歐美嘅牌子啦。咁我哋就比較少用嘅，係而且品質是非常之有保證。咧就揀了一個很靚、好吸引的指甲機嘅，係可以自己屋企整指甲㗎。係啊，超靚，啱曬你啦，而且特別貪，同埋我自己因為很喜歡用一些天然的護膚產品，即有機的，特別是裡面有很多產品都是天然為主，還有我剛剛介紹的 John Master Organic 系列呢，它都有很多是有機的，是都適合小朋友或者全部都是，不應該有些是什麼人都適合用。化妝不但可以為你增加自信，還可以令你看下去更精神、更有光彩。正所謂人靠衣裝，美靠靚裝，靚裝首要條件就當然要找適合自己的化妝品和保養品啦。相信 My Secret 的出現會為澳門的愛美之人提供更多元的選擇。現在看的是 Good 好傳媒。